现在要去台南了。我们现在在等我们的民宿的管家来，所以在这边外面等。要进去民宿了。这边是就是冰箱，还有一些电器。这个是以前的厨房，然后现在改造成洗手台，还有浴缸。整栋，现在来吃 B 哥。神农街，我们地头蛇 Willy 到了，切啦！神农街到了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那种廉价的那种门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门？你可能以前他们有那个米或是盐，这样要比较方便运送。因为有一次我走在这边啊，要去喝酒。刚好前面有个导游在带一团，然后我在跟在后面，我就都听着，我就都听完了。这个门啊，
既然有啊。晚餐多少？最输的人是这个人。开始了。没了就没了。哎呀！现在刚吃饱，要去一个酒吧喝酒。我们今天晚上来的第一个酒吧 ，bar， 来吧。有点像炸香肠，没有吃到橄榄味道。